我是刚换那个车档的，一般三年了。113年2月2月6号，台北捷运松安新店线松江南京站了。12:12，出发就是土新店，开往新店的高年线刚龙刚龙为师。捷运号有307座 C37 型之三系列，328、327编组的高年线刚龙刚龙为师。捷运号在松江南京站时。我在想啊，大家吃哪一家？对啊，有一家我很爱吃，另外一家没吃过，但是也是平价的那种鸳鸯锅。对啊，那真是有点。如果小朋友妈咱们都是给我们打电话，那个直接剪吧，拜。